大家好，我是古殿乐藏的店主。最近我的《古殿 Analogy 音乐生活》杂志已经正式启动了。那我最近其实这个生活杂志主要就是主打古殿在生活中累积，跟你们分享。那我现在已经慢慢的投入很多的时间来开始推出。慢慢的，我每天基本上都会去录制，就是所谓的历史留声机的直播。那我现在跟各位介绍一下，这是第一个我现在在做的一个主题。因为在做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多主题是要慢慢的去实践摸索出来的。古殿的精神其实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去实践，然后每一项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由店主一个一个累积出来的。我们虽然没有很多经费去建构非常好的规格的东西，可是古殿的精神一直都是投入我们的精神，然后在生活里面我们一个一个去调整累积。那所谓留声机的直播，这是其实是一个简单来讲就是一个转录了。那什么叫转录？其实转录有很多种哦。其实所谓这个留声机的唱片，就是我现在拿给大家看，这个留声机的唱片，这一张是李香兰的《夜来香》，那声音其实是在这上面。那当然，我们转录的话，其实转录就是要把唱片里面的声音，就是拿出来，或者是转录播出来，或者是录音录起来，然后透过别的载体来跟大家分享。那我想要采用的方式，其实可以有很多种。那你也可以拿到去唱盘上面找到一个78转转速的唱盘，然后把用78转的针尖可以读的唱头，然后在读出来的过程里面，再符合它当年就是录制的等化曲线，然后再用类比转数位的方式把它录下来。那一样，我们成为一个档案之后，在网络上就可以跟你们分享了，或者是他也可以把那个档案就是做成 CD，其实这都是可以的。那这是一种方式，其实还有很多方式。就是说，因为我想要呈现的，就是可能是这个唱片，然后直接在这里播放，然后我用的是历史的留声机。其实我后来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是更有意思的。因为同时，你除了听这张唱片，你也在听那一台留声机，所以我在那个录制的成果方面，我都会很详细的交代是什么唱片，然后哪一个版本，然后使用哪台留声机，然后我接下来可能还是可以，就是去描述说我用什么样的唱针，其实这都是可以的。那这样的形式里面，就是所谓我所谓的留声机的直播，其实它兼具了留声机的实体跟唱片的实体。那这样我就录制也是很讲究的，就是说我们录制的话，就是说基本上我们采用的跟留声机当年的制作方式是一样的概念。那因为古殿我们研究历史录音，然后重现历史录音，所以我们要让大家来体验这样的东西的过程里面，我们讲究的可能就不是说，你在工业标准上面可以混音混成什么样很好听的声音，我们讲究的是那一个录音的效应的对应，然后跟人的关系。所以，我录音的方式，我会采用是留声机播出来的，在这个空间里面，然后用一支麦克风，就一样是跟留声机时代一样，就是一支麦克风把它全部收起来。那收起来就是不后置了。所以我们会尽量在一个就是比较安静的状态里面，比如说古殿这边其实是一个有来过的朋友都应该知道，我们这边是一个就是很安静的地方。然后在安静的地方，我们才能专心听音乐。所以在安静的地方，在这样很舒服的空间里面，我们也可以进行录音，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声音记录下来，然后透过我们现在的网络的媒体的传播方式跟大家分享。然后同时，我也会希望就是说，你们听这样的内容以外，我们也可以去就是了解说为什么我要这样做，然后为什么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你实体听到的声音是这样，然后我们录音可不可以尽量也可以去连接这个实体的过程，而不是只是一个
就是我们现在商业标准上的东西可以提供更多不一样的东西让大家来体验。所以这个就是我留声机的直播这样的一个主题，最近已经在执行了，然后接下来我会在逐步的思考跟实践的过程里面再想想说我们可以再来制作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内容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希望古典 Analogy 的音乐生活杂志它真的是一个透过音乐透过声音的这样的一个媒介，我们可以带来一个很有趣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聆听音乐，我们可以理解历史，那我们可以从这个过程里面也可以拿来就是思考，拿来实践，拿来操作，对，就是这有一个就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状态，就是这是我想要做的一个东西，然后现在终于已经时机到来了。那最后我想要再跟这个这一部介绍影片的背后，我还想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这个礼拜三晚上就是我办了一个课程，然后这个课程就是聆听及生命转化的课程。我们这个礼拜三晚上即将要来就是聆听这个海童道，就是这一张唱片。海童道它是一个尺八的宗师，那它是把尺八作为修行的法器，所以尺八对他来讲其实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也是他跟天地连结的一部分，也是他修行的一部分。然后他是很特别的，因为他的尺八其实是完全天然的，没有上漆，没有任何的上漆。那这一张唱片是他在1970年时录制的一张叫做《极音乱调》。那这一张唱片我们透过聆听这个唱片，我们可以来了解说就是尺八如何作为一个修行的工具，或者是尺八如何作为一个修行的法器。我也同时借由这个方式让大家跟大家分享说，其实聆听音乐的方式有很多种，然后以前的人或许现在的人也是啦，就是说我们在听这样的唱片，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理解跟聆听，然后它可能不只是娱乐，它带来知识性的，带来很多层面上面的，就是以前的唱片会提供我们这样的一个角度。那这个唱片就是这边还有小泉文夫写的，就是他当时还帮他写了一个推荐，对，然后这个里面写说他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一个音乐家，就是指的是海童道。然后欢迎礼拜三大家也一起来这边聆听欣赏，然后参加我们的活动。好，那我今天的主题介绍跟大家讲就是我们的那个留声机直播到底是在做什么样的情况，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那我们会继续做下去，也请你们多多的支持，也唯有你们的支持我们才能继续努力，继续做下去，继续的去把很多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实践跟制作出来。谢谢大家。